各位老师们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艾佳曼，我来自吉尔吉斯斯坦，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大三学生。201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，我留学了在江苏省常州市。那一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化，接触在中国生活。在这十天中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很喜欢中国。第一个是人们，我爱中国人，我有很多中国朋友，我认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善良、最睿智的人民。第三个是多样化的食物，我真很喜欢中餐。在中国我经常去国内旅行，还有在每一个省我尝试了这个省的特色菜。我希望我还有机会回到中国。